当家庭离散、人心涣散成为一个社会的主要形态时，就说明社会已经脱序。此时身处其中的人们，如何才能在保全自己的情况下凝聚人心、重建社会秩序呢？对此，换卦的六个爻又能给出怎样的解答呢？台湾师范大学曾仕强教授将引领我们一起感悟《易经》的智慧，请继续关注，重聚人心。 换卦，它三个阴，三个阳，它调配的很均匀。一个阴，它就配一个阳；接着两个阴，它又配两个阳。可见这里面呢，它跟我们安排的很多，只要我们循序渐进，按部就班，它是可以化解的。全卦。 最要紧的那一爻，就是九五。换句话说呢，在这种患上离乱的局面，你九五，你的所作所为，就是整个能不能改变的关键。所以九五，他是负责要建立共识，要改变。 当前这种乱象的一个主要人物，下面这四爻，从初六、九二、六三、六四，都是用来帮助九五爻的。我们先从初六开始。初六，它告诉我们什么？就是你的才能很有限，你就算想尽责任。 你也进不了，而且呢，他跟六四他又不相应，上面没有人支援你，你本身又很柔弱，又不当位，你眼看着这么乱，就想你想做一点事情，也是有心无力，所以他的爻辞就告诉你用辰马壮。 拯就是拯救的意思，因为你自己很软弱，你自己的才能不足以来应付当前的局面，那你上面找六四有没有用？那你只好找谁呀、啊？只好找九二嘛。那九二呢？他是什么？他是健壮的，好比马那么壮有力，可以拉你一把，可以拯救你。 所以你才会急顺，那你想想看，九二凭什么要救你？就是因为九二他跟九五也不相应。如果九二跟九五相应，他们两个就凑在一起，你初六再怎么求他，他也不会帮你忙。所以有时候就很凑巧，就是告诉我们，如果整个的局面都是很动乱，你要自己衡量，叫做定位。 我能做些什么事？我人微言轻，人家也不重视我，那我怎么办？那我只好找一个人，我依靠他，我追随他，我帮助他，这样就对了吗？老讲人要逃生呢、啊，你也不能说一个人想跑就跑，要考虑一下。 我跟随谁，谁走比较对可？可见什么？可见你平常呢、啊，就要对你周边的人要一点了解。哎，紧要关头我跟他就没错了。所以小象说：“初六之吉，顺也。”就是说，你这个时候你不要逞强，你不要说我有办法，你本来就没办法，那你怎么办？ 你要顺九二，你要知道你是柔，他是刚。我要表现说，我愿意追随你。有什么零碎事情，我帮你做，我不会拖累你。这个时候就全靠初六的修养，叫做以柔顺刚。老子在《道德经》中一再强调了“柔弱胜刚强”这一观念。身处涣散离乱的环境时， 能力不足的人就要学会以柔顺刚，懂得借助别人的力量来躲避灾祸。但是那些稍有能力的人，会不求回报地帮助别人吗？他们又能从依靠自己的人身上获得哪些好处呢？那我们再看九二，他跟九五也都是阳的，他又不当位，他是阳居阴位，所以他不要嫌弃初六。 如果他再嫌弃初六，他也很难跑得动。因此呢，他就必须要趁这个初六来顺他的时候，他不要抬高自己的身价，他要下就初六。这个爻辞写得很清楚，换换就是离散，你准备要跑了，奔。 其几，几就是茶几的意思，就是下面那你可以依靠的用具，就叫几。你要找那个靠得住的，而不是你要去高攀，你也可以去找六三，可是六三人家跟上九是相应的，他会理你吗？才怪呢。初六愿意归顺于你，你又觉得他可以依靠，有个。 助力，你就奔向初六，你本来有悔的，现在也消失掉所以叫悔亡。彼此有个伴，互相协助，对初六也好，对九二也好，这就是卦为什么把一阴一阳，它两个紧靠在一起的主要的原因。六三它就麻烦了，因为下卦是坎。 而六三在下卦这个坎卦的上端，就是极端，就告诉我们它的位置是危险万分。爻辞说：“换其功，无悔。”你看啊，他消散妾身之难，功就是自身功就是他自己啊，他凭什么？因为他跟上九相应呢、啊。上九在上面，他拉他一把。其实有人提拔。 有人帮助，有人从上面往你上一提，你是最轻松、最愉快的。所以讲到这里，我们常常听到很多人说：“人要靠自己，绝对不要想靠别人。”当然是有道理的。可是你从换卦的初六，你会感觉到还是要靠人比人比较好；你从九二，你也感觉到还是有人靠比较好。 那个六三，他本来是很糟糕的，在那个险急的位置，啊，不三不四。那怎么办？他幸好上面有人拔拔，把把他，他本身就能够逃离这个患上的局面。下卦是险，上卦就是顺，是风嘛。所以你不要老说，我怎么那么危险？ 啊，老是舍不得现在的状况，说走就走，而且要走对方向。你从险的地方走到顺的地方，那当然无悔了。这个有没有什么案例？当然有啊。你看，周文王去伐纣的时候，有一个人，孔子也很赞赏他，叫做微子。 微子是商纣王的兄长，殷商默念纣王穷奢极欲、暴虐嗜杀，微子屡次劝谏，却不被采纳，于是选择出走，远离纣王。商朝被周朝所灭后，微子持祭器向周朝起降，后被封为宋国的国君，继承了殷祀。那么，为什么有叛逃行为的微子会被孔子赞赏呢？他的所作所为？ 人们又究竟该不该效法呢？我们中国人向来啊，把这个人灭掉以后，我们会帮助他的子孙延续他的鲜活。那位置就变成什么？本来你是叛逃啊，现在你变成功臣，就是你是六三，你看到上九可以拉你一把，你为什么要放弃？你这个时候。 再不接受他的拉拔，你整个就完了，又险急了吧？等到商纣王亡的时候，你还在里面，你想跑都跑不掉了。你赶快跑，一看不对，赶快跑。那个时候人家一定骂他，你这算什么你根本就是叛乱嘛，你根本就是什么什么讲一大堆坏话。可是到最后。 他无悔，他又病情回来，而且他可以承继商的这一条线的命脉，还是有功啊。像比干，像机子，他们壮烈牺牲，我们也很佩服他。但是他跟微子比一比看，各位就知道，还是微子有智慧，国家的元气。 是不能随便让它消失的，这个比个人的这种权益啊、义还要重要。你做无谓的牺牲，还不如为了保存我们的香火而忍辱偷生，就算一时得不到大家的谅解，长久你还是无悔的。我们在看到唐太宗时候的魏征。 唐太宗要起来的时候啊，魏征不在他这边了，在另外兄弟那一边了。唐太宗就叫人说，请魏征过来帮忙。魏征一看，自己的位置非常险，为什么很险呢？因为两军一打，唐太宗这边一定赢，他就完蛋了。所以他一句话，他宁愿做良臣，不愿意做忠臣。这次是换其功。 就是把自己贴身的烂能够及时把它消除掉。他如果说我忠诚，我跟定了。忠诚不是恶族，最后逼得唐太宗要杀他，那就没有魏征了嘛。他的选择就是说我与其很愚蠢的去做愚忠，我不如做明智的，做一个良好的丞下，对整个天下贡献比较大。 人心涣散、社会动荡不安之时，国家和百姓都更需要良臣，而非忠臣。然而，良臣要想最终发挥作用，还需要受到国君的信任。究竟怎样做才能得到信任？换卦的六四爻又会带给人们什么样的启示呢？六四也是要帮助九五的，你看他已经脱离下卦，扛响都过去了。 进入上训，就是进入顺境了。因此呢，六四是单位的，他又不受这个初六的连累，因此呢，他就可以换其群。群就是人群社会所依托的那个国家，就叫群。人是群居的动物，他一定有一个组织，这个组织就叫做政府。 我们可以看到六四的处境，它上面是个阳刚的九五，一个阴被一个阳刚的阳压在底下，这个日子也不好过。可是他很幸运，为什么？因为九五跟九二它是不相应的，就是九五也会接受他的协助。老讲一个人呢，你有才干，也要看上面信任不信任你。我们现在整个卦看起来初六。 到六世，这四个爻，哪一个爻得到九五的信任，那个爻就可以发挥他的能力，否则的话是无能为力的。因此六，六世他能够唤其群，就是他没有私心，他全力去帮助九五，他才能够圆吉。他绝对是整个的国家为先，他绝对是看准了你九五。 你是走正道的，而九五呢，也很相信他。你帮我帮？我很感谢你。这样的话才能够大吉，因为下面讲的很清楚：患有丘，非意所思。非意所思就是不是你想象的那么平顺的、啊。哪有说你去辅助他，然后你就可以那么顺利完成你想做的事情？要看九五正不正。 要看他信任不信任你，要看你自己的表现怎么样，有很多条件。六四跟九五啊，有上同之时，而没有彼此的嫌疑，这个是很难得的。我们已经讲过，司马光他表现的非常好，好到不敢去见皇帝、啊、他就没有办法上同了他没有得到上面的信任。 现在不是，现在六四，你再怎么表现，上面都认同你，都不会认为你有什么非法非分之想，你有上同之时，所以你才会原籍。我们再来看九五，九五在整个卦里面，它单位，它呢下面有六四，上面呢有上九，它就构成一个巽卦，就是一帆风顺。 只要你走正道，你就一帆风顺。这个时候，他就变成什么圣德的君王，他会恩威并济。所以，瑶池用人的发汗来描述他，放汗其大号，就是人发汗发出来，他是收不进去的。什么叫大号？就是盛大的号令。 因为他行得正，他一切为公，所以他敢发号号施令。他发号施令的时候，就好像他出大汗、出一身大汗一样的，叫做什么？叫做军令一出，绝不反悔，换使离散败乱的状况恢复正常的秩序，完全靠九五。所以瑶池接着说。 王居无咎，这个王啊，他能够守住他的德业，他没有一点后遗症。你怎么发号施令？下面的都全力支持你，这就好了。万卦所代表的这种离散动荡的境况，要想有所好转，最重要的其实是聚合人心。 百姓以及贤士，在君王的领导下，共同致力于重整秩序，就能消解离散，安定社会。那么，幻卦的上九爻还能发挥什么功用？又为什么缺它不可呢？上九呢？你看整个的卦，它在最最高位了、啊，就准备要重聚的，又要变成社会，条条有理了，所以它一定也是无咎的。 但是他的无咎啊，也是有条件的。换其血，气涤出，血是比喻危险的。你把危险都解除了，你使得自己非常通畅的，那就是什么？就是一切离散的，又变成慢慢聚合了；凌乱的，又变成有条理的。 社会那种骗来骗去的那种乱象，现在慢慢消失了，这当然无咎啊。其实上九的好处在哪里？上九离开坎是很远的，所以他只要说好好的跟九五配合啊。既然天下又恢复正常了，他是国之大佬，他就能告诉大家：这个君王不容易啊。 你们自己要小心了、啊。换句话说呢，他有责任要唤醒大家。你也不能说跟我无关，也不能，这样才能无咎。所以为什么说唤起血，就是他看到这个危险已经快要过去啦，然后他就要去提出，他就挺身而出，要把他该讲的话要讲出来，这样子大家就会远离伤害。 恢复正常，那就没有后遗症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在萧然这件事情，主要的领导核心是九五，真正出权力的是六四，最后要号召大家好好的珍惜这个难得的成果，是上九。上九所用的方法是什么？我们看小象就知道了。 换其血，远害也。伤九用的方法，就是告诉大家：我们不要再拼斗了，我们要全力巩固我们的领导中心。然后呢，我们就不会两虎相斗，可能必有一伤。我们在彼此斗来斗去，对大家都没好处。 我们从此要把离散的局面抛掉，我们想象怎么样聚合才会和谐的合作，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和平发展。人性涣散，天下必乱；人心团结，天下就会整治。这是历史告诉我们，向来都是这样。 这样好像什么，好像那个水一、啊、样，它如果向外面去散的时候，你就知道它是动荡的；如果这个水平静下来的时候，你就知道大势已定，天下太平，已经为期不远。这个时候，你赶快改变你那种离散的作风，你赶快守正，这叫什么？ 这不叫改变啊，这叫调节啊！改变是很麻烦的，因为改变太唐突了，人家也看得到。你为什么改？我调而已啊，我没改啊。这个调节得宜，就叫做与时俱进。所以，我们今天老讲与时俱进，什么叫与时俱进？就是我慢慢调，我调的使大家不会感觉很唐突。 不会特别的注意我，好像人不管在什么地方，你不应该注意，你总是倒霉的。他在盯着你，你是糟糕了。本来一点点小错，又看到把你放大，你何必呢？何必惹人注目呢？因此，我们才恍然大悟：为什么换卦后面是结卦？就是说，你看天下快要太平了，你要及时做好调节。 水有波浪，你就顺着它，让它慢慢的减少，慢慢的平静，这才是合乎自然的道理。所以我们下一次就要讲《易经》第六十卦，这是非常要紧的一个卦，叫做“劫卦”。六十代表一个花甲，一个花甲是六十年。 人生从一岁活到六十岁不简单，你不要以为很容易。这时候你要知道，你也是差不多快要进入老年了。你要怎么样的调整你自己，你才能够在你这一生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晚年？谢谢大家。